赵医生，咋？求投靠，求收留，求包养。白天我在外边晒太阳，晚上我睡沙发，你就当我是家具，行吗 ？No， 请人容易，送神难，知道吗？男女关系啊，房子，房子，房子，你看看你喜欢哪套？ 是要跟你求婚啊？<笑>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那都是功利的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都是耍流氓。今天不应付也是一对啊？是喜欢我的手，还是喜欢我的人？他笑我。你最漂亮。难道规规矩矩的就注定没人爱？ 耍流氓才是硬道理吗？报告就好。有人调查你。谁？包奕凡的妈妈包太。她可比别的小姑娘玩的深。安迪不是您说的那种女孩。只要你能放过我儿子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跟我提。我一张脸以外，你还有什么？小白脸吗？花女人前的小白脸。<笑> 喵的！你真的了解谢彤吗？人真的是太艰难了。没有钱了，你还是取消项目？别拿真相推开我。就让我自己承受这份痛苦吧。 我是安迪的男朋友，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期待着。妈。